湖南经典名菜辣椒炒肉，又香又辣，学会了再也不用叫外卖了。一块梅花肉切薄片，青椒切片，热油爆香姜蒜，放入肉片，炒至变色，放盐、糖、胡椒粉，少许老抽，炒出香味，盛出备用。不用洗锅，倒入青椒，小勺盐，炒断生，倒入肉片，放豆豉和蚝油，大火翻炒5-6-7-8下。出锅了，满屋飘香，家里的米饭又要遭殃了。